翻小王垃圾找套套，空间赖不掉。喂，先生，垃圾很脏，你不要再翻了，你找什么啊你？我找用过的保险套了，我老婆跟她同居，他们一定有那个。你老婆睡小王家哦，还跟人家用保险套？我们分居但没离婚，她却跟这个小六岁的小王在一起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有保险套，还有三团卫生纸。还黏黏的，真恶心啊！恶心？他们乱搞更恶心吧？我要告他们通奸，告死他们！